这首歌有一点像是关于梦想的歌，因为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唱歌，然后站在台上表演，看到台下大家不管你是陶醉也好，哎呦这么陶醉，哎呦一松松哎，爱配上了，不管你是陶醉也好，不管你是开心也好，感动也好，那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。人哦，有梦想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了哈。我明年要发片了，大概在年中的时候，应该会有演唱会。现在要卖唱片好难卖，那所以我觉得能够出唱片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因为虽然唱片很难卖，可是我觉得我仍然有一群很棒的工作人员愿意为我出唱片，我满心感激。这首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梦想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所有的原动力都来自于你的梦想，所以假如你心里面有梦想，就大声的喊出来，因为你的梦想要让世界都听见。谢谢。